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先飞。啊啊！飞仙吗？交给我天花板吗？我把你吊完吊下天花板，那木嘴五行先吊了，没问题没问题，交给我交给我。小事小事小事，将啊酬劳就我要把不得的主张。听讲过我电话的皮没？哟，是不是很想念我呢？一直来我都在 Fashion Boy 的 video 上面看到你们的留言讲，为什么这样子没有看到拉拉好 ？I love you, love you, love you。我刚才还有梦水讲啊，他的 channel 没有了我是不可以的。哎呀，你那些当八两什么教学，好心就旱地啦，有人要看的咩？他用了五天就来剪片设计稿，到做出整个片来。还不及我一个开箱吗？不要紧不要紧，不要看不要看。那、啊、其实呢，刚刚就飞仙妈打来讲，那个 fashion boy 又要被屌了。他以为哦，他已经逃过一劫，你知道吗？他把全部衣服这样搬了过来就算了。他的衣橱里面原来除了衣服，还有很多有的没的，你知道没有？那、啊、因为那个 fashion boy 的木锤呢，现在就很忙，设计他的那个什么 off white inspired 的改版呐、啊，还在那边。忙着，所以这个礼拜是没有 video 的，是我来 take over。Yo yo， 喂！好，我们现在就开箱哦。你们喜欢看开箱吗？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啊，不喜欢啊。哦啊，原来你们喜欢看我吗？哎呀，害羞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拿什么。碗都玻璃样啊。啊、你们知道为什么 fashion boy 整天被屌吗？我还在说那种奇奇怪的东西了，就比如说，你跟我讲是什么？不要跟我讲这是 McDonald 的杯，我懂。你看为什么有空腹片在里面？为什么？但是那条木嘴哦，它收的倒是美了。你看，然后就是这三个了啊。啊，其实讲真的啦，我觉得 McDonald 的这个玩具哦，还真的不错的、哦。你看，给锤击，哈呀！接下来更多，看到吗？这个是 Shell 油站买回来的 James Bond 车吧？OK 啦，这个是几块钱的东西。但是有把一些细节做掉啊，它的那个车的系统，还有 texture 的吗 ？OK， 哇，我游戏玩呢，这个经典的你在说嘛？因为它是翻版的吗？我们这些不是有钱人，哪里买得起贵咯？啊，其实小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很多感动的漫画的，当中哦，教会我跟 Fashion Boy 画东西呢，就是《七龙珠》，但是呢，更加开大我们脑洞的，就是《游戏王》了。它整个《游戏王》的宇宙哦，天马行空的来，又好像很 real 这样吧。喂喂，高桥和希 ，respect。那我觉得刚才说完这东西都已经很无谓了啊，结果还有个更无谓的东西不？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这个是传说中的死人头。那、啊、它其实是有电话线的、啊，对啊，它是这个东西，难怪它先把它掉了，无谓。哇哇，啊，真的是大有历史，也大有来头，真正让我们的一些人沉迷于 online game 的始祖的元凶。就是金庸，想当初去财不可泄，全部人在玩的金庸啊。然后那时哦，开挂是还要是 online 偷偷盗录这样子啊。你看现在每个 mobile game 光明正大讲我开挂的哦，我都不知道现在 online game 还要玩怎么领的。我在那 intro game 上面哦，看到那些网红打广告都是这样子的不？大家好，我现在这个全新的 online 游戏，它非常的天地好玩的哟。那这个游戏哦，很美，画面超美，而且操作很简单，因为它根本就不需要操作，它很好玩。但是你根本就不需要玩，因为它自动操作，它自动玩，你只是拿来 show off 罢了不？哎 ，Fashion Boy 你屌搞我啊！想以后不用接游戏广告哦，就这样了咯，好、哦。我们很 real， keep it real， respect。哈哈哈，
象棋，这是咸菜是吗 ？What the fuck？ 为什么会有 Durex 在这边？而且还是泰国字。我还没有用过 Durex。你不用懂我几岁，你只要懂我还是一个人睡。我是专业主持人，我保持我个人情绪。Respect。OK， 最后一盒。皮卡丘 ，Baby 买咯，还有两条木嘴。木嘴，我爸买这么多还是木鬼？他没有位置可以放。嚯！找到了经典，我的男神，谢霆锋吗？以前什么？当年呢，我就要剪这个这样的头发，然后在还没有 G Dragon 之前，他就是那个时代的 G Dragon。当年他那个鸡公头，哎哟 ，Chrome Hats 啊 ，Chrome Hats 好像谢霆锋代言这样的吗？然后我是因为那个特警星人类咯才喜欢他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字。傻，然后我很喜欢这套戏哦，这套戏叫做《大出爱火花》，我记得它是柔道的，但是这首歌很好听的，它的插曲好像是叫做《肘击》啊，我找一找歌啊。早已知从这口却未能说服你，其实你与我世界之间。有咗不多不少的阻隔，纵使得不到好结果，却仍然靠近我。其实你已对我太不错，这夜我却劝你离开我。我带着你是我的错，我会令你彷徨无助，又从前相恋一度，又从前相。早知这结果，纵使深深爱过，下次我开宽正接来吧。哎，这是什么吧 ？Fashion Boy 六年级的毕业旅行照，给你看一下木嘴长什么样子啊。哦、oh! 哎，木嘴木嘴木嘴，嗯，纯纯让我尿水。这边还有一张，哎呀，木嘴，啊、你蠢的样子，哎呀，那那那，发梦啊，那那那。其实条木嘴睡觉摆凳哦，还真是没有改变过，他现在还是这样子睡的吗？而且很 sexy 这样拍，应该是练习要拍写真的。OK， 所以今天的开箱就到此为止哦，都开完了了吧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影片就应该叫做如何被妈妈屌上天花板的101手册吧，非常的适合 ，respect。OK， 搞定。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哦，就 like 这个 video 好了，不要去 like 其他 video， 不用去 subscribe channel 的，在 comment section 下面写拿拉好 win 97，这样就得 support 我了的不 ？OK，respect。啊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其实一直来我有个身份，我都隐瞒你们，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了，我一定要告诉你们，我其实是 Iron Man。